去那边买护城河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在外面顾行李，远处走来一个日本大叔，真的假的？想吃海鲜，然后刺身，刺身，刺身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我非常喜欢吃海胆，他们有卖一整颗海胆拿去。然后听说这边有非常好喝的豆浆，我本来就很爱喝豆浆。你根本就没有做作业，是我刚才跟他讲。听说的，他刚才跟我讲的。好，可以吗？我们先出发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了。就是这个吗？豆浆来了，而且他还会说豆浆。去买一个呗。那我去买一个。去。走。アイスはホット。アイス。アイス。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。豆浆来了。250，这样换算差不多台币60-60块左右。来喝喝看。摇一摇。先闻一下。花心男孩出现，天哪，太浓了吧！我有看别人的影片，就是说很浓，它浓得很扯哎。他人家说就是喝起来很狗狗的。我喝看看。其实我是有点微怕的，因为我对于豆浆很狗这件事情。这个你可能没办法。真的哈，所以我才说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扎实的，用料很好的，因为它没有加，它应该没有加糖。没有，我觉得不难喝，但是就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，但这种就是很稠的东西。对，但这种就是很纯的。交给你了。好。推荐给大家。不错，喜欢喝豆浆的可以来喝喝看。没错，这家后面的这个红色扛棒，然后会有一阿姨还会跟你说中文。啊、你出现就认不出来了。这家豆腐的酱高桥，然后会有阿公阿嬷，很可爱。赞。怎么有点像抹吉？草莓豆腐本来就是看起来有点像抹吉，然后里面包一整颗。好，试试看。这个要吃的很好看，真的是。我来喽。草莓的另外一边。所以你没怎么吃到菜吗？完全没吃到。那你再吃一口啊！再吃一口。啊，草莓新不新鲜？嗯，是好吃的，但是这一颗草莓偏酸，但是因为巧克力是甜的，刚好综合掉了，所以蛮清爽的。搞不好他故意挑酸的。嗯。如何？这是就是大补。嗯。我觉得。它的那个巧克力其实没有很甜诶，我以为很甜的，也没有很甜，没有很甜啊。然后上面的巧克力粉有点缀的作用，点缀，带一点那种苦苦的香，对，它那里会黑巧，很棒，我觉得那很棒，就是不会到死甜。其实我还没吃到草莓的时候，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点就太巧克力了。然后吃到草莓那个酸，就觉得哦，好吃，综合起来，综合起来很好吃。赞，推荐一下后面这个。我觉得预算够的人，或者说想尝鲜的话，可以买一颗，然后大家分着来吃啦。对。Yeah. 你又找到了一家，这个叫黑门三品，也是在网络上面有。然后它就是可以有那个螃蟹脚、帝王蟹脚啊什么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选购。我们去看一下。
觉得我们先去吃看别的，如果我们还是想吃帝王蟹的话，我们回来。好啊。因为我觉得主要不是说觉得1000块钱很贵，是因为我跟依琳两个人对吃真的是蛮不挑，跟对啊，不是很讲究，所以感觉如果花1000多块钱吃一只脚的话，感觉。而且不是买了，我们还要找地方啃，对啊。那我们先考虑一下，把这个先放在就参考当中，然后我们先去另外一边，因为我找了另外一间，我们可以先去吃菜蛋。好啊，走。它叫做西川鲜鱼店。好。来，走走走。来。出发。出发。Think I've been here before. I know that I must have met you in a past life. 我们本来是要去吃那个嘛西川鲜鱼店。然后吃他的那个海胆，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开，他还在整理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旁边有一家这个时效食品。然后他是很有名的，是他会做煮成汤，他的推荐是萝卜、马铃薯跟鱼板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小小的点来吃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吃。那我们就点这三样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，就推荐的。390。刚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各位，我们刚才在点，然后点完之后，那个老板就帮我们在那边找钱，然后呢，就一林就在那边跟我讲说，我已经想要上厕所了，这样子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就继续付钱了，这样子付钱，然后付完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跟我讲，就指着那个远方说，there, toilet, 我就说，OK, thank you, 然后他在跟我讲，你去手机吗？然后结果那林就说。我要上厕所。我讲很小声呢。他听是厕所这个，就跟你关键字。我想观光区域的那个人总是都，就比如说九份啊，或者什么吧，四零夜市的那些阿姨叔叔们，他们的那个外语能力都超强。对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日本人他们有一些。对，让我有点尴尬。好，我们题外话，我们来吃一下。我们点的是马铃薯、萝卜跟鱼板。哦，好。小腾腾他在冒烟嘞。可以吗？它里面的萝卜入口即化，然后它在它外面是这一层，那个萝卜的皮是稍显，也不是说干，就里面的比较软。哦，来，你吃一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意思了。等一下，我来偷浅吃一下它的汤。我买了。我觉得他，我觉得他的汤比他的食物还好吃，比他的萝卜还好吃。他的汤超甜的，超甜的那种，好味，超鲜甜的那种，好味。我觉得比萝卜还好吃。可是他的汤应该就是萝卜一直炖一直炖一炖，对，就里面炖出来，把它的精华都炖出来，都炖出来。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各位推荐一下。是感觉冬天来吃的时候超适合，就是冷冷的天，然后吃关东煮。马铃薯片很好，就是。可以不要点，没有不好吃，没有对，没有不好吃，但是相较下来的，有可能是相较说其他太好吃了，我觉得。下一家 ，Go。换衣服，换多巴胺颜色的衣服就很多颜色。噔噔，你手那么晃，这个画面没有。抱歉。有。现在已经从那个饭店又出来了，快速的。已经马上一秒就到达。
那么大百神社。没错，这边其实就是在一个住宅区附近里面的一个小的神社，然后它有名的就是这个石头，就是说那个石头就可以吸走厄运。那我觉得我比较需要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去买那个玉手，我觉得它的玉手很可爱。然后它等一下有鲤鱼的，来，我等一下带你们去看鲤鱼的玉手，我们先拍拍照片。好。我们可以去买玉手，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一定要买一个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玉手，恋爱的玉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毕竟已经3年了吧。嗯，我妹都还没有交男朋友，哦、我要买给她。你看，她有这个恋爱的南波八百神社恋爱。哦，是长这样子哦。对，它是。怎么跟我想象的玉手不太一样？玉手是都是鲤鱼的形状吗？它这是做特色嘛，就是可能是鲤鱼造型的这个玉手，它应该是玉手吧，对吧？我看你在网络上面讲玉手，哎，是玉手啊，可是我记得玉手、啊、就是做不同形状的、啊嗯。我在看那个京都，我们过几天要去京都的时候，它也会有京都的哦。先、okay. 先买给九位那个，刚才已经抽到了，因为拍限动所以没有拍到，什么都不要再放进去了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再去抽鲤鱼的。好，这就是给Joanne的吗？对，就看要哪一个颜色，应该没有差别吧？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好看？红色吗？对吧？我觉得白或者是粉。那粉色鲤鱼吧，必然是恋爱的。抽一个给Joanne。恋爱。希望可以赐给我妹一个很好的男朋友。先开箱这个吧，这个阳光突然出来了。开箱我刚才抽到的。小莫吉，莫吉好像是就是小吉的意思吧？对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全部都大吉耶，结果竟然有哎，啊是日文哎，谁可以帮我解？哎，我看一下哦，金运。这边是金运，我应该是钱财吧？嗯，然后他这边翻译是，对吗？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他真的是我这张，这个很不墨迹耶。日本行，钱都花光的时候。哦，哎、欸，那这样讲合理啊，这样讲合理啊。好，至少他是墨迹，他一零抽一个。好，换我抽一个。来了，一零抽好了。来看一下哦，各位观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自己就先不看了，先给你们看了。快速一二，你用错边啊！我用错边。你这个是大吉吗？这是大吉耶！结果我把它踩坏了。他说：“我的愿事、愿望、愿望，只要我肯努力去执行我的行为，我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。”他怎么跟我一样？是啊，对哦。好了，哎、欸，各位，我这个真的，刚刚我也说我这个比较卡，对，他比较卡了，所以他刚才用，所以真的不是我故意把它扯断的，有点可惜。我们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很好笑的。对啊，有点可惜。啊，下一个行程 ，Go Go。果然一到这边之后，就发现那个路上都是很多年轻人，像这边真的有点像西门的感觉。对，但是比西门町又更。在分，因为它范围比较大，所以不会像西门町的街头是人很挤的。你说旁边这就是？对，就他们这个公园是一个叫三角公园的地方，然后它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会聚集在这边坐着休息，还蛮小的，吃东西。对，因为它就只是一个交界处而已。我觉得一下来就是有不同的感觉，跟新斋桥那个观光客的感觉不一样。虽然这边也是会有观光客，但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很潮，然后会有一些奇装异服的人。观光客这边其实平均颜值蛮高的。你很努力在欣赏美女吗？没有，我是男生的，我都是看男生啊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大家都比较吵，比较会穿搭之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们刚好，因为我们都只有准备三套左右的衣服，
然后顺便看一下冬季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感觉应该蛮多可以逛的，走，逛吧，出发。刚刚买完了第一间店，我们第一间直接买了3件，本来可能还会买到4-5件哦，因为那个店员或 maybe 是老板，他就是很会，我觉得他肯定是老板，他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就他一直狂夸我们，对，就是哇 nice。然后他最后也有给我们折扣这样子，折扣也算蛮多的，给我们折了3000多，对，总共差不多800多台币这样子。好啦，讲了讲了，不知不觉我们就大家来到第二间，好，继续开逛。各位各位，我们又花钱了，各位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看一下这两件，这件呢是我给我爸爸买的，然后他这个看起来很长，然后我自己穿也可以。对，然后他就是一个那个 Tommy 的衬衫，然后我想说就是给我爸可能上班的时候可以穿。然后另外一件，这个是我超级喜欢，是我们真的是刚好走出来的时候看到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它就是一件。很复古，就是这种仿旧到不行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各位看，它这边还有写Osaka， Osana。那时候我完全看到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试穿可以的话，我就一定要买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有纪念价值。没错。当然说你在台湾可能也可以买到什么 Paris 之类的，对那种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叫 Jam 的，如果来日本的话，可以来 Jam。因为它款式真的很多，大家可以来逛逛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长得像韩国人的日本人，对，因为他英文实在太好了，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一直以为他是韩国人。我们来到了道顿堀这边的唐吉诃德了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有摩天轮形状的，但是因为我们。都太赶了，我们还忙着要赶快去采购，然后就回家，所以我们直接出发。我们买完了，太累了，我感觉我们在里面在打仗一样。真的，挤来挤去，挤来挤去。现在是人比较少，刚刚人超多哎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是依旧买了很多。对，我们买了很多，来，各位看一下啊。好啦，然后都是买各种保养，我买了很多面膜，然后跟足贴，现在没办法拆掉给人家看，但是很多都是。就是小零食啊，基本上就是都是那些网络上面都可以查到的东西。Yeah. 女生我呢，就是不外乎就是一些足贴啊、保养品啊。哦，他买了两个之后，定妆喷雾啊，我发现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就不多介绍了，我们要去吃我们晚餐了。Okay. 明天还要是一个硬仗啊，现在已经9:30，9:30其实对我们来说还很早，但是因为明天可能凌晨就要起床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赶快吃吃回家了。好，拜拜。刚才一林去那边买护城河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在外面顾行李吧。远处走来一个日本大叔，他走过来的时候偷摸我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我现在不是跟你讲了。